小时候妈妈照顾我，她就教我吃饭呀，教我翻身呀。然后我现在长大了，我也不嫌弃她不会说话不会翻身，就是一个融合。其实那个时候也很久没有很亲密的交流过了，我也非常想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拍得还蛮感动的，以前我唠叨唠叨她要说我的，现在好像她说哎呀能够理解了。怎么回事？啊！2021年11月，山东省青岛市19岁女孩刘丽薇休学一年，陪伴患病妈妈的视频打动了很多人。哎，把门儿快点！人们在同情这对母女不幸遭遇的同时，也为刘丽薇的孝顺和懂事。纷纷点赞。因为之前和我妈租房子，然后房子退掉之后就没有地方了。刘丽薇读初中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是妈妈将她一手拉扯大。2020年7月，刘丽薇考上了烟台的一所大学，开学没多久，她突然接到了亲戚打来的电话，说她的妈妈晕倒了，正在医院进行手术。妈妈一直有高血压，但是高血压只要是按时吃药就没事儿。她要是不按时吃药的话，她会跟我说头疼、头晕之类的。第一反应害怕，因为平时也会看新闻，这种意外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听到是脑出血，心里就很害怕、很慌。刘丽薇的妈妈因脑动脉瘤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晕厥。经过3次开颅手术捡回了一条命，但全身瘫痪，除了一只手其他地方都不能动，而且出现了智力障碍、情感障碍，连自己的女儿也认不出。我作为女儿，我就觉得我应该是陪在她身边，陪她好康复，陪她在医院。请护工的话，他可能不会照顾得跟我一样。为了更好地照顾妈妈，刘丽薇向学校提出了休学一年的申请。她认真地学习各种护理知识，每天守护在妈妈身旁。照顾她还好，一开始抱不动，后来练练就抱起来了。可能妈妈她是不知道任何事情的，她可能就是脑部神经不知道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她就会每天大叫。就是白天晚上叫，然后连续了个把月，然后就是白天要陪他康复不能睡觉，晚上回去他在病房里哭我不能睡觉，就是连续那样，然后可能就觉得很难受。对于当时只有18岁的刘丽薇来说，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重症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他看来，这是他作为女儿对妈妈最好的报答，因为和妈妈在医院的那段时光，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妈妈对自己的照顾。小时候，妈妈照顾我，我小时候她就教我吃饭呀，教我翻身呀，她没有说我不听话就把我扔垃圾桶里。然后我现在长大了，我也不嫌弃他不会说话不会翻身，那就是一个轮回。我这样选择也是对的，我觉得应该陪在他身边。刘丽薇的坚强懂事让医护人员们也很感动，大家都希望这个孝顺的姑娘和她的妈妈能度过难关。小姑娘性格挺好，很开朗很乐观，照顾她妈妈这么长的时间吧，也没有，从来没听她抱怨，也没有就是看到和她落泪。白天的时候如果是不康复，她会给妈妈弹琴，然后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也会给妈妈弹琴。刘丽薇从小喜欢拍照，她用手机拍摄下了和妈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她变着花样逗妈妈开心，只希望妈妈能够赶紧好起来。然而一年过去了，奇迹还是没有发生。2021年11月，已经休学一年的刘丽薇决定办理退学手续，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妈妈。
但没想到几天之后，妈妈就因为病情突然恶化，永远地离开了他。妈妈的离去让刘丽薇很难过，她将妈妈生前的视频剪辑成短片，发布到了网络上，表达对妈妈的思念。没有想到获得了数十万的点赞，大家善意的留言给了刘丽薇很多温暖。2022年春天，刘丽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校园，继续她的大学生活。她说她一定会好好读书，完成学业，未来替妈妈去那些想去但没有来得及去的地方看一看。她会一直记着妈妈生前的教诲，做一个勇敢善良的人。18岁之前在网上看过这个遗体捐献的消息，觉得挺有意义的，但是因为年龄不够一直没有去，所以说18岁自己就去签了，然后每半年去献一次血，然后19岁生日的时候就觉得生日嘛再干点不一样的，就去签了这个造血干细胞。是一方面因为自己觉得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觉得能够帮助到别人，就比如说会让视网膜捐出去，那能让看不见的人看见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心脏呀这些也可以帮助别人生命的延续。你不要把我拍进去，甚至拿起相机拍摄他的时候他还是会比较抗拒。一个推车拉着两大包还蛮重的嘛，他感觉我挺不容易的吧，他拍的还蛮感动的。就想着说，妈妈我很爱你，拍了是两个月几十个 G。2022年5月，浙江传媒学院大学四年级学生孙洋洋用7000张照片记录下妈妈每天的辛苦奔波，登上了热搜。上了热搜我就觉得很意外，就没有想到会获得那么大的关注。孙洋洋大学的专业是摄影，他说他的毕业作品之所以选择拍摄自己的妈妈，是因为他想真正的了解妈妈。家庭影像是每个摄影师最开始都会去想要拍摄的一个主题。对，因为当时我妈妈正好她从环北老市场拆迁，然后她换到了一个新的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其实那个时候也很久没有就是很亲密的交流过了，然后我也非常想知道她的现在是什么样子的。面料又好，我们这个厂家做工面料都很好的。孙洋洋的妈妈杨建芳今年46岁，浙江省衢州市人，2001年和丈夫离婚后，带着女儿来到杭州打拼，一直从事服装销售工作，现在在杭州一家批发市场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店。这些年，她就是靠着辛苦打拼，将女儿养育成人。因为我们现在自己也老了，不穿小姑娘装也穿不出了，就只能卖自己年龄再往上一点的哦。为了节约成本，杨建芳一个人经营着这家店铺，每天2点1线，卖衣服几乎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每天4点钟就要去，就要去店里面去上班，去开店，所以说，就好像在印象里面就没有跟她吃过早饭。孙洋洋说，妈妈总是忙着做生意，很少和她交流。但是对他的要求始终很严格，所以他曾经最烦的就是妈妈的唠叨。大一的时候谈恋爱嘛，然后就遭到了他强烈的反对，然后他还曾提出过，就是威胁我就不给我交学费，然后不给我生活费，然后我当时我就非常想要独立。2018年，还在读大学的孙洋洋参军入伍，和妈妈的交流基本上靠书信。远离家的那两年，孙洋洋却突然想念起了妈妈的唠叨，也萌生了要为妈妈拍一组照片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看到，就是还是非常想要说，想有机会吧，可以跟她做一下更深的沟通，然后有机会的话，
能够跟他变成就是相处得更好吧，就是关系变得更好。两年后，孙杨洋从部队退伍，回到学校继续上学。2022年3月，他即将大学毕业，决定拍摄自己的妈妈作为毕业作品，但一开始拍摄并不顺利。就是有了心理建设，但是当我真正拿起相机去拍摄他的时候，他还是会比较抗拒。比如说刚拍的时候，他会，就是用手挡住镜头，然后也会就是转过身，或者直接跟我说让我不要拍。就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没有那么好看。听那啥的。最终，老师为孙杨洋的创作提供了建议。我也跟他聊了我们之间的故事，他说你不要害怕，就以这个田野调查的方式去拍他，去记录他，就你什么他做什么你都拍。我说好，我再试试。从2022年3月开始，整整两个多月，孙杨洋和妈妈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他不再考虑作品的构图、色彩是否够专业、够艺术，而是用最笨的方式，妈妈干啥他拍啥。骑行在钱塘江边，当时是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早上5点钟出门的话天还是黑的。在这个场景里面，就是妈妈很渺小，在这个天地之间为生活奔波，就她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我也特别喜欢这张，当衣服在她身上的时候，这件衣服就会卖得比较好。对，所以她就要需要不停地去换衣服，一帘子一拉，然后就马上换，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害羞的。厂家给我拍摄越来越细致，孙杨洋甚至翻出了妈妈的销售记录，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张张小账单背后的不易。如果只有一单的话，就说明他那天肯定是亏本的。对，然后就是持续的一个礼拜的亏本。就我以前会非常不理解他为什么一回家就开始各种给我找问题，什么衣服为什么没有洗？哦，原来他一天是那么的疲惫，那么多琐碎的事情，就是为了找一个情绪的出口嘛。这个其实我偷拍的，就当时在店里边嘛，他可能就很累了，就直接拍在衣服上睡着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去陪他也是挺好的，因为他之前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休息的时间。最初面对女儿的镜头时，妈妈也很别扭。你不要把我拍进去，再拍录像。但随着拍摄的深入，她也喜欢上了女儿镜头下的自己。我不是一个推车拉着两大包，还蛮重的嘛。她感觉我挺不容易的吧？她拍的还蛮感动的。以前我唠叨，她要说我的，烦死了，不爱听。现在好像说她几句，她说哎呀，能够理解了，随你说吧。母女俩越来越默契，但争吵依然时有发生。等到30多岁都不结婚，一个女人嘛，差不多有自己一点小事业嘛就可以了，还是安稳一点好。她总是会想让我按照她想过的方式去生活，但是那样子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比如说以前我们发生争吵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会，就是吵得非常凶，就凶到可能她会直接跟我说你出去吧。但是到后面啊，就我们也会发生这种矛盾，就是可能就吵着吵着就两个人就互相笑了。就是因为每天都在一起相处，所以已经也知道了，其实他说出来的话其实跟他心里想的不是一样的。啊，怎么拍这么多照片啊？对，挺喜欢拍的，现在都不喜欢拍了，老了不上照了。虽然在很多事情上母女俩无法达成共识，但孙杨洋开心的是，他和妈妈彼此的心结都打开了。这组关于妈妈的毕业作品即将拍摄结束时，孙杨洋忽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就决定把他们都写下来。他还专门找到了妈妈的老照片，同时还翻出了自己小学时的作业本，妈妈叮嘱他的字条，以及他在部队时和妈妈写的信，这些都被妈妈仔细地保存了下来。那些陈旧的、散落在角落里的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
在孙洋洋心里拼出了对自己的了解，对妈妈的理解。就我以前会觉得我成长为现在的我，其实更多的是靠我自己。嗯，就我会觉得妈妈可能在我的成长中没有那么多的陪伴呀，怎么样的，但是但是当你去细细回想起来那些细节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就其实他做的很多，就对于他来说很艰难呀，或者很重要的决定，都会直接导致我成为现在的我。通过这次拍摄，妈妈也对孙洋洋有了新的认识。我也在学习怎么样跟他有好良好的沟通啊，怎么能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啊，思考。孙洋洋在自己拍摄的7000张照片中，精心挑选了17张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取名为《春天的礼物》。在拍摄后记中，他写道：“在翻看妈妈的老照片和信件时，我才发现自己太肤浅。原来，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里，她也充满了浪漫和诗意。她爱读书和写作，有着很多挚友。经过人生的许多岔路，看着她从一个美丽自信的女孩，变成了现在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的中年妇女。”我的内心还有一丝悔意，我理解得太迟了。理解是漫长的过程，感谢这次机会能参与他的世界，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